Welcome to my channel.哇，绿灯赶紧过。然后它这个店就离这个，你看东方明珠挺近的，现在能看得到吧？这么多人，你是自己来的还是另外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对对对，上次我这个采访你完，哇，我问你，上次你采访的是他。Sorry， 我又认错了。Welcome to TFIT Channel。你好，你是谁 ？Save them is your name？ No， it's not my name。Save them。哎呀。可以选男生。哦，不 ，Dan 是我，那不是这个我，我那个我，别的我，哪个我？这个我，我啊，我，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房子、屋子的意思，房子、房子、屋子，哦，巢穴、巢穴，哦，巢穴，自己的一个归属，类似这种感觉，对吧？叫巢穴。Idea, if you come here, you must feel safety here. 我用180主板，我付差不多5000。哦，5180个。对，差不多，差不多。Video, yeah. Time lapse. Time lapse. Yeah. How I make it. In Thursday, I cut, but inside of these small things, a lot of chemicals. And when I cut, I breathe it, and I feel like pain. You need a mask. Yeah. But I don't know. And in Thursday, I go and get sickness, like San Shijou do. Yeah. And then, one day, I just have a rest, and then I use mask, use glass, and finish. Yeah, I don't know. I just. 太搞笑了！哇，太牛了！这种 weekend 换颜色。哦。You can go there. 哎。You can go then, and I turn off. Oh, yeah, su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我的天，这个太酷了！这个，这是里边是那个 LED 对吧？有一个这个程序可以控制，对吧？你是工程师，我觉得是。If you look to this side, I'm engineer. Yeah, but if you look to this side, I'm artist. 斜杠青年。如果你要做，你可以打电话我，我可以做快做。我给你看一下。哦，这是 color， 他自己存了好多他的这个。半个小时。Also, I like Pearl Tower. Yeah, yeah. 东方明珠。这个好看。好的，好的。好喝。这个你们双胞胎一起工作，真的是会吵架的。不会，不会吵架。好了。哇。我刚才跟他们聊，他们这个店现在还是属于一个调试的状态，就还没完全没有对外宣传，相当是一个试营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Don't tell him some secrets because he takes video and he will know. 他就老喜欢搞这种。So funny. 老喜欢搞这种。他很可爱，真的很可爱。Hey, what's up?What's up? We know each other. I don't know. Is someone famous? No. You. This should be your shop. This shop. This should be your shop. Come on, man. I'm a consultant for him. She works as model. She working for CK something like that level. And also working here. Yeah, but part time she it's can. My part time is my I call. Hi, bye. Thank you, guys. Hi. 这都是你的视频啊。啊，你看我的视频吗？必须。谢谢。拜拜。撤，准备。拜拜拜。我非常喜欢吃这家复兴面王，终于今天又来了。以前来我经常排队的。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
腰花面，它那个浇头都是现炒的，真的吃起来非常赞。你看后边的那个里边那个厨师看到了吧，他正在炒那个腰花，他这个都是现炒的。我把镜头拉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腰花相当赞，然后它这个汤呢也是属于比较清淡一点的。如果要是冬天的话呀，这个汤我是能够喝完的，吃完了太爽。我以为这是二手的呢。不是不是，都是新的。是新的。不不不不，景德镇是做那个什么呢？本来得带花纹的，这个是彩瓷。这个是55一个哈。55，对对对。这个哎，这个有没有空呢？我能看一下，这是啥颜色？哦，有点粉紫色的感觉，对对对。我拿一个这个，这个很好。这是哪里的？也可以做凉开水服也可以。哦，对对 对。你就是没有花了，就摆一个看一下，蛮好的。最主要它有个把，看着好看。你说这里是哪里产的呀？湖南。哦，湖南。对。哦。我本身湖南人，这个东西都是湖南拉过来的。哦。外国人开的馆长开始在湖南。好的。对。这个是个茶壶吗？茶壶。这个茶壶看起来也不错。都不错，这种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太大了，要不然我还能多买一点。年轻人喜欢，外国人喜欢，这种壶还可以加热的，放到煤气当中可以烧的。哦。不过我觉得喝点鸡尾酒挺好的。就是他是用正山小种去泡了一个哈瓦那青年，就一个陈年的老红酒。然后上面是那个香蕉干。然后里面就是感觉有花香，然后有白酒的那种甜感，但是最后它会给你来一支辣辣的川菜的冲击。又跟索菲亚老师学到了。别，那个牛小开老师何必呢？何必呢？我关相机了，要不你先来尝一下。哦，好呀好呀。一点点一点点来。然后谢谢，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女士优先嘛 ，Lady First。你要是不 offer， 我恐怕就要自己再点一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吃火腿的时候不是会夹 cheese 吗？那种黑松露的芝士夹着火腿的那个感觉，让它整个威士忌其实被很圆润的包裹起来，它不会完全不会尖锐。这个文章，啊，现在相信了吧？没有提前写文案，全部都是现场improvise。被他这么一描述，我也想尝试一下。哦，可以，真的可以。哇，它这好香啊！就是这样的，我还没喝的时候，我就已经闻到这个，它是黑松露的味道，对，松露味蛮重的。我喝过这杯，我蛮好喝的。这一杯就是你喝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你在吃一个很好吃的一个料理，有没有这种感觉？是的，它比较有食物感。我深圳只知道还有个比较有名是 DIY。DIY 太远。看不出来是哪个，这是有点对，但是跑不过去。这是有点意思的哈。挡住，你要没挡住，回去给我批。挡不住，其实都看不到。Happy 什么 Sunday？ Happy Sunday。Sunday 吗？新婚快乐。新婚快乐。哇塞！怎么一下子？新年。啊，对，说错了，新年。